南无龙宏慧雄佛菩萨，南无龙宏慧雄佛菩萨，南无龙宏慧雄佛菩萨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《龙宏宝忏》第二卷，第五品法缘一品，咱讲到133页。那么133页遮，咱讲要行菩萨道，要安怎才无流难，就是讲无有困难。凡是咱所到的所在，咱拢会当做即个佛事，拢会当建立即个道场，甚至咱的心得到自在，法得自在，所以一切拢有定力。那会使讲无不入啦，所以即个心呐、啊，心者就是利己嘛，法者就是事做啊。那么事就是做于利己啊，心呐自在，法得自在，啊利呐己就己于事做。所以呢，法自在，心也自在。但是有微妙的凡夫呢，诸流烦恼也未清净，随处拢会起执着，烦恼心重的人，行到底拢很执着。啊，毋过一执着一项呐，生起来不自在。一切皆不自在，很奇怪哦，哦，所以讲咱来当呢，甲咱所有有留的烦恼，拢解灭尽，咱的心就得到无住自在。无住自在呢，就是对一切法自然无碍自在呀，你就袂妨碍啊，对不？唔得讲，君子无本，本立于道生，道生即种种自在之道生。所以咱呢，真正是一个人，做好人的人，咱唔免惊。咱呢，做君子的人，咱也无心肝无歪，咱就真正是伫心的啊。你伫心，你就是合佛，叫人来听经，叫人来拜佛，这有啥唔好？这就是基本的嘛。啊，本来立道就生啊嘛，对不？所以古早人讲，今仔日若安心安的时阵，咱就爱去想着，有一天若遇到危险呢，你一定呢安于思维哦，你唔好呢傻乎乎的，这个世间时时刻刻拢是无常哦。你即马足快乐足安乐，但是你若无小心，你连滴都遇到会危险哦。咱应该发菩提心，念念常续，发四弘誓愿，时时不断。咱的发这地念念照料，咱的心若有一个不自在，咱的发嘛袂自在。如果真正会当呢，菩提心不退，四弘誓愿不退，菩萨道常常去做，安尼心就无碍啊，境就无碍啊，心就无碍啊，心法互相就融合吧。啊，自在无碍就是安尼来啊。从此以后，慢慢你就会进入种种的三昧。三昧就是定力啦。今仔日咱对人遮好，咱度人来拜佛，度人来听经，对无？这就是咱讲起来，咱的心愿嘛。咱的心愿，人也甲你讲，
啊，你哦，就是唔知拢想啥物心啦、啊。你拢咧哦，叫人就去原教寺听经，啊，都事实有经常听，你敢唔来？啊，无对啊，要去对啊听经啊，对不？有好处啊。啊，你就莫家己感觉讲，啊，我唔爱错招人啊啦，就搁互讲甲尊尊话，你这款人经不起考验。这按一个镜头甲拄个，你就倒啊呢？哪有定力呀、啊？一丝仔都袂自在。恁是贪着啥？恁敢往去贪着啥？无嘛？咱就确实，坐车打工该开钱嘛，对不？啊，都呢有利动向啊，啊，就该开钱，大家公开啊，啊，这也无讲对啊，唔对个啊，对不？啊，你讲听经文化是个人的受益呀、啊。出钱嘛是应该啊！啊，你总是免唔通谈啊，讲嗯，啊，你招我去，你煞免甲我出钱，啊，你真正是个傻瓜一个，对不？招你来听经，就搁甲你出钱，啊，你都应该听拢好，迄个出钱惨了了啊！你免讲，你也无本着，啊，你即个遮好个投资，你投资无着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咱大家公家出钱，安尼咱就公家受益，安尼咱就自在啊。所以呢，三昧虽然真多，但是不出真体三昧、俗体三昧、中体三昧，亲像《法华经》所讲的，讲法华三昧、二十五王三昧、修灵严三昧等等，这拢皆是。中体三昧，唔但当进入三昧，三昧进入了后就定力，有定力就开中持门啊嘛。那么中持就是中一切法持无量义啊。王觉经讲的，无上法王有大多罗尼门，名为王觉。所以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。及婆罗蜜，安尼才知影中持文者，有一名叫做多罗尼文。多罗尼就是咒语呀，多罗尼就是灵持呀，就是中持呀。持善不食，持恶不生。所以多罗尼分有殊多罗尼、利多罗尼、有上多罗尼、无上多罗尼。有一字多罗尼，有多字的多罗尼，能入真体三昧，所以会当开旋多罗尼门。旋就是开开，会当，会当俗体三昧，所以会当开八千万亿的多罗尼门。会当入中体三昧，所以会当开发。音方便的多罗尼文，无上多罗尼物者，就是咧指一念离四故绝不非自体。迄个时阵境界观咯，显示发心佛果。所以有上多罗尼呢，就是一念自性建立之相，显示。咱的报身的佛果，报身佛有相，法身佛无相。一句道句多罗尼，就是咱的性相合合的妙用，显示应心的佛果。入了三昧日得的多罗尼，三心日定法分地，法分地就是定到十地。由此呢，咱就会当诸因妙云覆涅槃海，现大法云，五大法物。迄个时阵，就可以灭除一切众生烦恼魔、五阴魔、生死魔、天魔、宿魔之愿。哇！各位，有到这个境界。你真正中持文开的时阵哦，你会当利益偌济众生呢？
因为呢，所有众生拢受利益，所以这天魔外道干那看到你，都惊到走到无路通去避哦，你知无啊？迄个时阵，才会当使令清净得到究竟。清净究竟就是咧指啥？发心的妙果啊！换一句话来讲，你若已经修到这个程度，已经断烦恼，你就成就佛道哦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愿多重要。咱今仔拢卖发愿，你无愿无力啦，你无力你行未到位啊，半路你就伏魔，甲你呢会扭落啊。一定要有原力支持你，你才会当呢通过这关过去。所以原足重要啊！下面离咱134页头前面第五段，某等今日所有众愿，悉如十方诸大菩萨所发誓愿，所有众愿，悉如十方诸佛本修行时所发一切大愿，广大如法性，究竟如虚空，愿无定得如所愿，满菩提愿，一切众生皆悉随众得如所愿。这叫做庄严的文啊！头前面咱都发愿啊，有十愿，搁有遮其他，即个足济愿啦吼。咱有讲着足济愿啊，今仔日呢，这段文就是庄严的文，上面所有的大愿呢，拢总甲佛同佛菩萨所愿，无有过言。咱发出来愿，就是甲佛祖的愿同愿啦，愿愿相应啊，愿愿相应，愿愿佛啦。所以讲，你要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甲你讲啊，伊发48愿，你爱愿愿皆相应呢。你若无愿愿皆相应，西方嘛去不未成啊，对无？因为你颠倒唔对，百一啊，你倒二啊，二啊，二啊，二倒百一啊，拢笑倒去啊，较会吓咧。所以就是教佛的原来讲，讲五等众愿，就是色界安怎？这个色就是亲像头前面讲过，过去十方诸佛诸大菩萨所发的誓愿，同款已经发过。现在诸佛菩萨正伫咧呢，咧发愿。未来诸佛菩萨当发愿，所以五等所愿，拢是皆同十方菩萨，也甲十方诸佛同愿。为什么？因为经中甲咱讲，过去诸如来初闻已成就，现在诸菩萨今国入圆明，足见诸佛菩萨同一愿力。你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含糊。过去的佛就是安尼，所以诸佛因地修行，不是三级毕业而已，是无量无尽之劫啦。所有法的大宏誓愿，譬如像是摩尼香水海那地那么多啊，六道万行可比亲像苏米山那么大。所以恁想呢，恁什么人嘛无法度去填这个香水海大海的愿呢？你搁做偌济？你迄个香水海你填，你吞袂甜呢？对无？所以愿就是做前方，行就是做后殿。行愿若兼具，安尼就可比亲像咱的目睭甲脚并行，有目睭通看路，脚甲行会出去。
而了后无上佛果，才可以成就啊。所以愿广大如法性，法性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，诸法无性，唯当咱人一念具有妙理的心体，为着诸法的实性，所以实性无性，安尼就是为一切诸法之性。法性若是周遍，凡事皆如，安尼咱所发广大的愿，也亲像法性无依无别。所以虚空是无边际的啊，对不？五愿嘛是究竟无穷无尽的啊。愿五顶所有的愿，拢重复力加比啦。各人拢会当得到圆满的菩提愿。其实菩提本具，何有圆满之有呢？对不？本来就有啊。啊，就是圆满菩提，才归无所得。换一句话讲，但佛本是性，更无一法心呐、啊。你若佛回到你的本是的性，你就唔能搁再去想心呢。本来就有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咱的经中，打譬如讲，因六达多，因六达多有一天呢，透早睏醒，去照着镜，啊，若无看到伊个头，吼、哦，哇，伊做梦啊，讲人个头壳甲剁去，伊照镜，开始呢，去找头，找呢，去撞啊，问看到人就问讲，你有看到我个头无？伊讲啊，你个头就伫遐。啊！你问人讲，啊！你个头子啊，当伊照着镜，嘿！啊！我头就伫，我呐一直去走去找头，因为伊妄想心，伊去想着人家剁伊个头壳去，所以迄拢假嘛。其实伊个头壳也无失去啊，对无？啊！咱个本来就有啊。今仔日你有做，你才有看到你本来有吃，你今仔无要用，无要做，你当然你感觉无啊。可比一粒宝珠啊，不外得啊。《法华经》内底呢，有讲到一个人去找伊个好朋友，伊个好朋友足好食，但是伊足无用，伊就交代讲。把伊落一个宝珠，放伫迄个艰苦人的衫裤内底，爱甲伊讲，讲叫伊呢，家己好好去生活。但是这个人唔知影迄个宝珠的价值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嘛继续去奔啊，去艰苦啊，去吃苦啊。有一天呢，伊阁转来找伊这個朋友，甲伊讲啊，伊讲啊。我遮尼啊艰苦，是安那？你哪唔加班嘛？伊讲有啊，我落地也唔是有甲你递一个宝珠，迄、那个宝珠是价值连城。啊，你是安那个阿哥咧做乞食？伊讲我都唔知影，我身躯内底坐一个宝珠啊，迄、那个宝珠乞去袂？哇，介绍遮好，对无？阿哥伊咧做乞食，啊，咱就是安尼啊。咱本来每一人心中拢有一粒摩尼宝珠啊，结果呢，咱就灭了我们的摩尼宝珠啦，无明啦、烦恼啦、贪嗔痴啦，拢甲砍砍的啦。迄个摩尼宝珠遮价值，本来你得足好过，为什么你开不加得安尼遮辛苦？因为你无明烦恼重，贪嗔痴重，名利拢总重，所以你为着名，为着爱钱，为着爱名，唔得就装个面青面绿。你如果安分守己，你去掉这贪嗔痴，去掉这名利，你摩尼珠就放光啊！你就做好过啊，你就很平静啊。众生足可怜的，所以菩提是本有啊，一修如是啊。咱佛足慈悲的呢，
曾经甲咱讲，有一众生未成佛，即我心内一分未清净，自他不疑，即众生以我应该如各如所愿。你看佛的慈悲，一个众生无成佛，内心内底伊就有一分的烦恼。唔达地藏菩萨发讲，地狱若无空，伊誓不成佛，对不？阿难尊者在这个楞严经内底，伊讲呢，伊嘛发这个愿咯。如一众生未成佛，将不出涅槃咯。啊，都讲的嘛，你甲看，佛的弟子呢，拢发这种大愿呢。不是地藏菩萨才发这个大愿，阿难麻烦呢。你看看，佛的内心内底，伊就是呢关怀咱，所以讲经给咱听，咱也听袂落；教咱也教袂行。啊，叫你念佛也念袂落；啊，叫你上经啊上到困去，啊，我是要安怎教啦？你讲啊，对不？无法度教啦，啊，根基就遮钝，啊，搁安尼智慧也袂开，啊，逐天拢想想遐烦恼一大堆，啊，粪扫踢踢掉，啊，踢一堆，啊，脑筋拢袂开，实在可怜。你看，爱甲佛法起来，囥在你的脑筋内底。你每天跟法喜充满，法喜充满，好自在。我今天啊，我这世人可以皈依三宝，可以学佛，可以听经，啊，我有记得了，有记得了，有记得了。哦，我人生实在说起来，我真富有啊啦，啊，有不通排，有法通听，啊，哇，太好了，幸福，好个哉。我不去减掉路，你甲看。你的法喜充满带来了你，你贵人就现出来了。众生家己拢袂晓去想，你若家己会晓去想，靠什么烦恼通烦恼？烦恼拢嘛家己招来呀。啊，迄个唔免你操，迄你是咧操啥？对不？所以作者老菩萨师父啊。啊，阮囝吼，最近吼啊无头路。啊，阮孙最近吼啊，拢安尼也无要好好安尼读书找头路，啊，着安尼吼无乖安怎，拄安怎？各位，迄敢你来烦恼的？有应该是你烦恼，你岁头食到七八十，你搁来烦恼这啊？你看拢袂晓去烦恼你家己，你搁有偌久？你后来你这条路要安怎行？你开拢无去想着，为着要铺你家己的路。你的囝已经五六十、六七十，你的孙四五十啊，你搁咧惊烦恼伊要安怎？人个四脚上枝啊，四脚啊生啊卵放落都无出啊，迄落家己去挖，家己去跳啊。哎，鸟啊鸟啊生鸟啊囝，长卵伊就无囡啊。就固在起啊，狗啊嘛同款啊。啊，你是按怎食到要七八十岁啊，得要转去的人，你还搁咧吵架？啊，你要吵架好啊，你吵架后世人你爱来因兜，你知无？烦恼啊，惊啊，啊落来因兜啊，顾啊，安尼啊，只有安尼啊。啊，所以你看你要行啥物路，你家己安排好啊，好。下面永愿十方的文，咱等下会一集接来讲。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忏摩会上佛菩萨。